英雄演出的曲子是《阳光看小雨》，第二首是《爱》。前面的两首曲子是为来宾还有同学带来爱的疗愈、爱的安慰哦。在匆忙的时间内，我们三位老师花了不少课外的时间带领了这一群孩子，今天将要做最美丽、最好听、最动人的演出，请再给我们一次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。第一首爱，爱什么呢？阳光和小雨。谢谢他们的阳光和小雨，多么温暖。第二首的歌词里面有谈到天为什么蓝，草为什么绿，是什么使月亮放光，什么使太阳温暖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一首，第二首是爱，请掌声。什么是月亮吧？
请来宾掌声示意一下。喂，各位家长，不好意思，前面台前旁边的孩子，麻烦你帮我提醒他们，因为那个板展板我怕会倒了，所以如果您的孩子在那边，帮我提醒一下。再来第三首歌曲，跟一个动物有关系，瀑布会发光的。萤火虫台语叫什么？萤火虫是是忽然到忽然在忽然就走不去，但是亲手的就是满满是。合唱团用心，他们呢提出了这首《飞禽歌》对歌为题，来告诉大家，请大家一起爱护我们脆弱的大自然，请来宾掌声欢迎他们。谢谢合唱团带来这么温暖又疗愈的歌声，谢谢。